话题之前呢，先来跟你讲一讲今天上午我发生的一件事儿。上午呢，我就正好在来台里的路上，发现了一家店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衣服，门口玻璃上呢就贴着一张大大的海报，上面写着“开店大酬宾”，高档西服30元一套，衬衫5元一件。我当时就在想啊，这么便宜，于是赶紧往里冲啊。结果就在进门的一瞬间，我抬头看到了几个字：干洗店。我在想啊，估计这么便宜的价格呢，也只有在梦里才能买到了。那么怎么样才能做个好梦呢？今天呢，聂琪就给您推荐一款睡眠利器，不管是旅行中还是工作间隙，都能让您睡个好觉。忙碌紧张的生活中，如何躲过噪音和干扰，偷闲补个眠？试试这一款造型奇特的鸵鸟枕头，它让你包住整个头部，完全不受外界影响，随时都能够安心打个盹，补充精力。这家设计工作室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，在网络上征求网友们的意见，再加以改进，终于推出了这个外形逗趣但实用满点的鸵鸟枕头。无论是在办公室里或是在旅行途中都可以拿出来使用，软性的材质更是方便携带，下次在外面看到有人戴着这个头套，可别被那特殊的造型给吓一跳了。这个港台腔好好听哦。这款鸵鸟枕